提醒您，天气要变冷了。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，强烈大陆冷气团明天南下，气温会下降。明天晚上到十五号的清晨，苗栗以北会出现摄氏十度以下低温。气象局同时也发布了大雨特报，今天晚上到明天，基隆北海岸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民众要注意瞬间大雨跟雷击。